九冠鸟尖叫救主。有一间机车行的陈老板养了一只名叫小黑的九冠鸟，这只鸟非常聪明，而且很会说话。你好，你好，小黑，你也好啊。我好，我好。陈老板又在逗你的小黑呀。是啊，这小家伙都快成精了。你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真的呀，陈老板，你这只鸟可不得了啊，卖给我吧，多少钱你出个价。这可不行，小黑就像我的家人一样，我怎么舍得卖呀。不卖，不卖。陈老板对着这只名叫小黑的九冠鸟十分喜爱，每天打烊后都会喂喂它，陪它说说话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小黑，饿了吧？谢谢，谢谢。哟，昨天才刚教你说谢谢，你今天就会说了。小黑，你可真聪明。谢谢，谢谢。有一天晚上10点多，陈老板跟往常一样，打烊后逗了一会儿小黑，便去准备洗澡休息。你好，请坐。哈哈哈，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就不坐了。我洗个澡就去休息，你也早早睡吧。早早睡吧，早早睡吧。谁知陈老板才刚洗了一半，就突然听到九冠鸟小黑发出一阵阵从未有过的尖锐叫声。啊，怎么回事？小黑从来不会发出这种叫声，他今天这是怎么了？难道出什么事了？陈老板想到这儿，连忙穿上衣服，打开浴室门。只见整间屋子烟雾弥漫，这才惊觉家里已经失火了。不好了，啊，失火了！陈老板从后门逃生后，立即打电话向消防队报案。喂，消防队吗？我这里失火了，请你们赶快过来救火。哎呀，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失火呢？火势好大呀，多亏陈老板及时跑了出来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。这多亏我养的小黑发出尖叫声，让我及时逃出来，否则后果真的不敢想象啊。小黑？就是你养的那只九冠鸟，它竟然这么通人性啊，不枉费你平日里对它那么好。啊，不好，小黑还在屋里，我得赶快去救他。陈老板，你可不能闯进去了，太危险了。是啊，火势这么大，你要是进去的话实在太危险了，还是等消防队员来了再说吧。小黑，你要坚持住啊。快打开水枪灭火。我的小黑还在屋里，你们一定要把他救出来啊。小黑？是啊，他是我养了2年的九冠鸟。火势这么大，要是进去的话太危险了，为了一只鸟不值得啊。那可不是一只普通的鸟啊，那只鸟对陈老板来说就像家人一样。是啊，是伙食
我正在洗澡，要不是小黑发出尖叫声让我及时逃了出来，恐怕现在我已经葬身火海了。啊，你是说你养的鸟救了你的命？是啊，所以我恳求你们无论如何也要把小黑救出来。好吧，那只鸟这样的有情有义，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。现在我就进去救他。那真是太感谢您了。然而这只金鱼救主的九幡鸟早已被火蛇吞噬，烧死在笼子里了。当消防队员把九幡鸟的尸体带出火场时，陈老板痛哭不已。小黑啊，你那么聪明，早知有今天，当初我就应该教你说失火了。那样的话，我就会有更充裕的时间带着你一起逃出来，你也不会死啊。这次火警共烧毁9辆全新机车与2辆旧机车，损失颇重。不过最令陈老板不舍的还是救他一命的九幡鸟，因为当时小黑被关在鸟笼里，所以无法及时逃生，才酿成不幸。为了感谢九幡鸟的救命之恩，陈老板在住家附近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，好好的安葬小黑，希望他能得到安息。
南无